自身确定不是过去的囡仔，接下来我要行去倒位，我的后一步是要安怎行？古早人在讲，死的车一边，用的温情较大天，都表示迄缘不是绝对的。何况子生是我小了三十年的孙，这么深的感情，哪有可能讲断就断？子生就是子生，伊依然是我疼命命的迄个孙。沈丹青，阿妈爸，我专工哦去买龙虎斑鱼的便当啊，来，谈小金家哈。多谢阿伯。丹青，唔免歹势啦，啊，你上精彩的部分阿妈拢看过啊，这算啥？无啥物通好歹势。拢你。啊，拢是家人啊，有啥物好歹势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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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会当帮助康翠恢复的保命，收下来。多谢子健你。大姐，多谢你。免客气，恁的代志妈拢甲我讲过啊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容易呢？那是安尼，姐。阮结婚一天，你来做单亲的伴娘，好不好？下当呢？你都还未甲我求婚呢？都讲到婚礼那边去，你到底有信心我一定答应？放心啦，我无可能让你有机会通拒绝我。等你看，等我出院了后，我就较紧哦，想一个完整的计划，到时阵哦，你就莫惊着。看恁两人感情这么好，还会搭嘴过，未来一定过着足幸福的。之前的心情。你愿意来看子生，我已经尽挽救。较有耐心的啦，子倩哦，已经嘛对恁已经无怨恨啦，只是无法度遐尼啊紧改变态度尔。今仔日要来嘛是伊提议的，所以卖着急。伊心内有弟弟妹妹就好啊。大姐，我希望你甲阿妈过摆当好个。我妈害你甲阿妈到爸哦，变甲安尼，失去因对你的疼惜。阿姆哥，我知影，因心内拢有你。阿姆哥，这么侪年过去啊，因真正唔知影要为倒位去想些办法来弥补你啊。老姐啊，我唔是拜你马上原谅阿妈甲爸，阿姆哥，我希望你会当豆豆谅解因，给因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
这么多年过去，我迷茫都想不到，搁会当甲你有重逢的一天。安尼望你的面，望你煞开，阿妈说甲要出介绍，当年拢无看出来，你阿母遐尼侪心机，害你吃遮尼侪苦。我实在无遐面求你原谅，敢那希望第以后的日子，你若遇到什么困难，你就讲一下，阿妈一定会尽全力跟你斗相共。我说阿丽，阿妈，你叫我啥？我叫一个阿妈，我就想你，子清，我的乖查某孙。听到你会当安尼叫我，我真正做感谢天公伯，把我这可怜的乖孙带来我身躯边。你不会连我这个爸爸，拢是我家己做阵来的啦。我这个爸爸就是这么好用。照顾你、保护你，本来就是爸爸的责任，却害你吃安尼啊残酷。从你开始特立独行的时阵，我不应该认为那是你提早叛逆，是理所当然成长的过程。其实我完全拢无想到，你是来向我这个爸爸求救，害我这个爸爸天天想办法。我今仔来想到，当初是你的状况，我着足怨恨我家己，迄个时阵也无好好保护你。我你受遐尼啊多委屈，你敢会当甲我讲，我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弥补你，予你心内怨恨放下，所有怨恨、痛苦，拢予爸爸来承担。爸干那希望你会当好好过日子。是伫个台湾庆生会时阵，我甲所有真相拢讲出来了，我想要更加深的伤害你，我想要看到你后悔的面，我想要看到你自己在家己嘴破，我想我一定就欢喜笑出来，我靠想安尼做啊！不过我不知道是安怎，我就是笑不出来。我看到你的心遐尼啊疼，遐尼啊艰苦，我一点仔拢袂欢喜。我甚至就后悔，我是安怎要安尼做。啊，不过我若是无安尼做，我是真不甘愿的。只要刚刚过去这十八年了，我伤过委屈。你做了就好，你做了对，安尼让爸知啊哦。爸，你错个足离谱，所以爸希望不管安怎，你一定爱用真话，你爱比别人更加辛苦。好不好？
我不会走去，子谦，我不会走去。爸，对不起，爸，对不起。你爸阿囝总算活该啊！安尼，我嘛头好进行后一步计划啊。唔知阿东俊甲雅杰以后若是有生第二个查甫囝，是毋是会用互林家婆转来饲，互伊姓林？啊？无啦妈，先阿就爱安尼做啊。我想无呢，啊，国庆也毋是有子生，以后子生甲因太太若有生囡仔，林家也变惊无后事啊。先阿一定爱抱东村的囡仔当个饲。你都给我这个老大人顾家去，敢会用的？妈，这不是要答应不答应的问题，我是感觉足奇怪，谁啊？你雄雄会有这个想法？最近林家吼安尼多灾多难啦，啊，国庆伊家己哦，嘛是六只吼，几落位咧烧啦。月平啊，这个家吼，因为林芳伊也不好心妇啦。母甲强要弄假山体，破病的破病，倒落的倒落，有钱有啥物路用？重点是宋林芳伊即马靠势替林家生一双囝儿啦，死嘛不爱离婚，我卡袂着，搁甲子生甲子彤提出来做文章，我实在是变无步啊！再想讲要找一个方式来治伊，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会向向有这款想法。当然不是干那这个原因啊！而且你想看卖，咱一家人啊，有人姓林、姓朱、姓谢，啊，是谁将来那是想着啊，三个无共姓的那是一家人，啊，万一愈来愈清楚是要安怎？为着要让咱大家吼，把了搁较安，你若同意我的做法，以后就无一人一家代代志啊！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拢是咱林家的代志啊！你要答应我，好不？看妈参加着急、参加紧张的态度，这阵啊，一定是让宋玲珑那个查某，我甲心头乱纷纷，才会雄雄对我提出这款无合理的要求。妈，讲坦白的啦，东俊哦，伊甲因太太从来拢唔捌甲我提起过讲。以后是不是要生囡仔怕什么？啊，而且这件代志嘛不是我一人讲就准都成啊，嘛是要经过雅姐因爸爸妈妈同意才会用的，所以，还是我真正无法度即马就随答应你。我知影啦，当然要经过因爸母的同意，都当作是我提出来跟你讨论的。啊，不过那你至少要答应我，爱把这件代志放在你的心内。安尼总会用的吼。